小马在 A 点把篮球丢出去，经过 B 点掉到 C 篮网。好，这是 A 点，这是网子，这是 C 最高点是 B 示意图，呵呵，简单画一下就好。下列何者正确？哈，第一个 A 点动能最大，丢出去动能这时候最大，是的。B 点的时候动能为零，不对，它还有往前飞的速度，所以不是零，不过是最小。C 未能最大，没有啊，高度越高越大，所以是刚刚 B 点最高最大。猪 C 点的时候速度小于 A 点，对，这是最小的时刻。A 到 B 到 C 整个过程都力学能守恒，这就要看题目了。题目有个叫空气阻力，要不要采集？不采集啊，那可以，力学能会守恒，所以答案选 A 猪一。